奇怪的知识。如果你经常鼻塞，可以试试曼德尔医生通鼻子的方法，用左手的大拇指推左边脸的颧骨下方，往十点钟方向，向上向外推，然后用右手两只手指抓住隔膜，向反方向拉，然后保持10秒，另一侧也一样，这样有助于刺激鼻窦区域多余黏液流动。通过这个方法，你能感受到巨大的变化。也可以试试另一个方法，用右手拇指压在左脸颧骨下面，然后往外推，同时用另一只手捏住耳朵下半部，横着向外拉，保持这个姿势10秒，另一侧也一样，你能感受到鼻窦已经畅通或打开了。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。